大肠他们能，支气管疼，大腿他们能，膈膜疼，小腿疼。大家想知道小亮跟吊车尾的嘴到底有多硬吗？今天呢，我就用它来帮我们测试一下，准备好了？你准备好了？我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谁先来？你先来吧。记住他现在的样子。准备好啊？这儿疼吗？这不疼，这不疼，这不疼，这不疼。不疼，不疼，不疼，我这撑不行。你是看你能坚持多久？我打表情，我真受不了了。我真的就是太真诚了。那你怎么顶的呀？来，下一个。跟你讲，这个东西有个窍门，你稍微把这个换一下位置，肾就变成肺了。好，行，等会儿怼着肺啊。穿这个袜子就是属于你疼就是疼，不疼就是不疼，没有透气取巧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，小亮？不疼吧？对，不疼。你从头到脚只有嘴巴硬。这个是你的肺。手滑。这样真的。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哎呀，你疼就说吧，捏我干嘛？是吗？好舒服。手开始不受控制了。没吃饭呢，这个人没吃饭。嘴还硬吗？软。这什么鬼？一个一个测没意思。这样，我放两个球在他俩，然后我看谁能坚持到最后，看谁嘴最硬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喽。男人之间的较量。谁来球？飞。啊，不许着急了。小亮吊车尾实锤啊，不行！哎呦，不行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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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脸疼不疼？我怎么疼？心脏疼不疼？肺疼不疼？肝疼不疼？大肠疼不疼？支气管疼不疼？大腿疼不疼？膈膜疼不疼？膈疼不疼？腿硬，腿疼不疼？卖力的墙头草。